就决定是你了。没有拿到任何密林配，其实还蛮不好的。亚素还没装啊，打不死他。这样应该要想办法，应该下轮上他了。一定会卖这个啦，打赢的话其实可以考虑卖这个就好。只是月光是一个蛮多流派都会用的。用了过度羁绊吧，感觉应该打不赢啊，应该要卖配啊。哇，打赢了，这只应该比较强一些。其实现在蛮可以考虑不要上植物的，然后就变成先玩地狱火之类的。可这边还是要存到20块啊，这大概会再卖一个胚。我先拿这个，这样应该可以存钱。应该要买的，好弱，等一下，要直接升级吗？这个其实也不错，我有可能会玩刺客，我被魔鬼诱惑了。狂欢现在不行啊，可是10:03真的就不大能玩狂战了。我10:02狂战玩到钻3吧，怎么莫名其妙就合上去啊？他应该不会被揍死，因为他只有一只会揍他，而且还是1/2，应该不是百分多，1/2，因为他应该还隐身日是啊，然后马上又要下一季了，哇，打不赢啊，打不赢，应该直接升上去啊。哇，这竟然升上去了。我没有月光呢，我没注意到。3，这样起来蛮强的。
其实可以把这几个卖掉再存一块钱。嗯，这样有点有趣。这样我们可以做这个 carry 之类的东西。我应该要把这几个卖掉。这边会拿到东西，所以一定可以存到40块。我们这边要拿皮带做黑数给他。赞，先做一个反那个鬼锁给他，应该吧？对啊，应该就做鬼锁给他。不过现在三 D 火其实也没多强。近爪应该真的超痛，近爪跳，近爪干得好啊！这家之后会很强啊，这家之后现在可能就已经很强了，嗯。该。他现在没六法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很重要的是，我要上毒出来，上毒才有办法有效的 counter 六法。应该说，我要毒或是阿里克啊，我其实不用卖那个。卖那个家伙的，这什么？可以，这样可以把太阳。我现在是地狱火嘛，所以我可以上换这个变五地狱火，我应该变成那个，我现在可以变，叫什么四游侠，四游侠三地狱火，这期待不用留，其实我可以先上一个。先上这个，这怎么一直来呀？应该给他这个了吧？我还有个大魔棒跟一个腹肌斗篷，所以我要拿一个龙爪。三，好像做很多事。
或许应该升级啦。这什么奇怪的阵容？有一个没有用的法师帽在约瑞克的头上，我蛮确定的没有用的。可以 GG， 他死了，把你的图契交出来。我应该下轮要升级吧？对，剧毒。哦，一个复活甲 ，OK， 所以这应该一定会变这副德性啊，因为我们没得选，然后我要升级了，应该要甩干吧 ，OK， 我们还缺偶五。还是应该放这个在这个身上啊，我应该上这只哦，放这个在他身上啊，讨厌感觉哦，这期应该用不到，只是现在应该是这样比较好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一局好像爆炸，因为我拿不到星期的，然后我这个没有办法升上去，他现在应该超强。我要卖这一只哦，感觉真糟。哎呦，至少开到一次大啊。他死了，爆炸吗？爆炸！其实有可能应该要卖一些游戏啊。然后变成两游侠之类的，感觉我们要下去了，好炸，好电刀，干你老，哥好了。看这样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啊，卖错了。这决定是你啦。赞，其实我还真的不知道这拳应该给谁，还是要给镜给肚脐。我们前四了啦，还行啊。我应该甩干了。卡玛，我觉得应该是卡玛。早安，感觉
一出场都开大吉，还蛮牛逼的。赞。其实这个要不要锁，我也不大确定。他要站前面一点，因为这圈圈刚好是画这样啊，对吧？感觉超强，是有点过强。行，再会。找阿贝，两闪，阿贝。阿贝没有，我不知道怎么，我还是不大确定要怎么打他。对啊，感觉要被杰打死了。他是还有。好炸、啊！死了，第二，从第四轮想要拿黑书拿到最后一轮都没有拿到，还不错啦，玩了一个还不错的游侠局，赞赞，之后再见吧，拜拜。